一个印度商人涉嫌违反检疫令，案件押后至5月中，期间被告要还押。案件喺沙田法院提堂，控罪指31岁印度商人上个月21号由土耳其嚟香港，申报香港仔一间酒店系佢嘅隔离地点。被告一日后经深圳湾口岸离境，被入境处人员揭发违反检疫令，随即被送到检疫中心隔离。 佢被控一项未获授权人员许可离开检疫地点罪，系本港首位因为违反规例而被检控嘅外籍人士。